嗯。有人。你别笑。今天是个好日子。我要转一下眼睛吧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奶奶就是个骗子。你小孩子胡说什么呀？我才没胡说呢。不光我奶奶是骗子，中国的爷爷奶奶都是骗子。什么意思啊？你问他们身体好吗？他们会说很好。你问他们缺什么？他们会说什么都不缺。你带他们出去旅游，他们会说晕车。你带他们出去吃饭，他们会说吃不惯，其实都是骗你的。他们其实是不想让你破费，希望我们下一代过得更好。对，但他们却从来不考虑自己过得好不好。说的对。考试成绩下来了吗？下来了，数学91，嗯，英语93，嗯，语文66，嗯，语文66，嗯。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语文才考66？就是作文题目有点难，我没写，扣了30分。什么题目啊？我的爸爸。不是我的爸爸有这么难写吗？别人都写，我的爸爸多么多么优秀，多么多么好，你让我咋写？写你抽的烟，喝的酒，看见美女不肯走。我宁可丢那30分，也不愿丢那人。哎呦我的妈！喂，你好，老师，孩子啊。他在那里看书呢，嗯，现在不是放暑假了吗？我准备过几天带他出去旅游。什么？您过几天要来家访？还要提前检查暑假作业？三位老师都来，作业没写完不准出去旅游。有人。哦，那行吧，那我只有和他妈妈一起出去旅游了。哦，要是这几天作业写得快就可以出去旅游是吧？我写得快，我写得快。哦，好，行行行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是官长个子不长脑子是不是？他是不是你亲弟弟？是不是？那你为什么要下手那么狠？非得把他打哭啊？就不能点到为止啊？你看把他打的，他打你，你为什么不跑？我跑他撵不撵？我问你呢，你为什么不跑？说良心话，我跑了你脸不脸？谁说谎谁怕没了、你敢跑一个试试？哎呦我的妈！我妈打你的时候你跑不跑？有人跑啊，我又不是憨货。是不是比跑之前打得更狠？你别笑。是的，打得更狠。你笑什么笑？给我变回去。我在说你呢，你扯我身上干嘛？是举个例子。还是接你的短，用你说了，我不知道他在接我的短啊，还笑是不是？你还接我短了是不是？爸，你不热吗？哎呦我的妈！不热啊，一点也不热。有人再开个空调吧，这天太热了。现在电费多贵呀、再说了，暑假又是学习的淡季，你又不学习，忍一忍吧。啊，那怎样才能开空调啊？你别笑。这个是6年级的英语，你把下学期的英语学习一下，就可以开空调。我学还不行吗？我要学6年级英语。我现在立刻马上学。你学呀、好好好，老婆，6年级英语一位，开空调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出生的时候爸爸给我签字，所以等爸爸走的时候我要给他签字。你签什么字啊？人家让你写父亲与孩子的关系，你就这样写的？咱俩你这关系啊？没错啊，多年以前爸爸从医院把我抱回家，多年以后我要把爸爸捧回家。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啊？不用谢，你
应该的。你是不是盼望着这一天啊？爸爸给我买了一个大房子，所以我要还他一个小盒子。有人不用还小盒子了，直接把我埋了，节约成本。不是我这么辛辛苦苦的把你养大，我为了什么呀？啊？为了让我给你消户口呗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不给退，你给换一个总可以吧？怎么了？你不是让我跟商家商量退换货吗？我这都商量半天了，他死活不肯退。嘿，我就不信了，不给退换一个也行啊，瞧我的。不是，现在到哪里不都是无理由退换货的呀？对。啊，你们家货卖不出去，你强买强卖呀、啊？你信不信我可以去告你，我可以去投诉你，知不知道？哎，这声音怎么那么熟啊？这是我姥爷。啊？我让你退个快递，你退了啥呀？你上次不是说要把我妈妈给退坏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爸，我是怎么来的？你是妈妈生的呀？妈妈从哪里生的？妈妈从肚子里面生的。哦，那我是怎么跑进妈妈肚子里去的？是爸爸把你放进妈妈肚子里面去的。那你是怎么把我放进妈妈肚子里去的？这个不能告诉你，等你长大以后就懂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把我生下来，要放进妈妈肚子里去？你别笑。因为爸爸是男的，爸爸不能生。那你不能生，为什么说我是你亲生的？哎呦我的妈！我要是在古代有个三妻四妾的，我早就把你给休了。切，现在男女都平等了，好不好？你还跟我犟嘴是吧？妈，你跟他犟什么？古代有三妻四妾的，要么就是家世显赫，要么就是非富即贵。对，我爸是啥？他是草民、刁民，不被送进宫中的太监，都得感谢八辈祖宗了。他要是敢把你休了，你就再找一个，让我爸当光棍。还想着三妻四妾，我看你是小虫吃大象，痴心妄想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白日做梦。哎呦我的妈！